上集讲完两位女神的恋爱经验，今集就讲宅男。一讲起这个话题， Steffi 和娜姐都不约而同说身边经常有宅男出现的。 Steffi 最接受不到就是动手打女人，还说简直想打趴宅男。我觉得最贱就是打女人咯。嗯，即系呢啲真系抵打啊！呢啲嘢真系唔好俾我见到你啊！系啊，我哋嗰啲杀咗佢。讲到心仪男人必有嘅条件，两位女神都话想要成熟稳重。但系当得知被韩团 God Seven Jackson 封做偶像嘅时候 ，Steffi 不禁得戚起上嚟。小鲜肉嚟噶系嘛？系啊，哎呀，我仲有小鲜肉 market 噶，快介绍佢识啦。新戏女士复仇，讲两个人都被贱男呃咗，互相憎恨对方，甚至相约对决。Steffi 就话呢部戏感受好深，觉得凡事要了解下先可以落判断。娜姐就讲明自己绝对唔可以同第二个分男人，话唔想好似戏入面嘅角色一样被小三马。而家唔系有啲咩 Facebook 啊，咁唔都会睇下嘅，即系都会睇下佢自己平时系咩人啊。做啲乜嘢多啊？唔系，因为睇 Facebook 其实系睇下嗰个人平时有啲咩兴趣啊，系大概系一个咩类型嘅人咯、啊，即系知道啱唔啱自己嘛。如果唔系就无谓咁样嘅嘥时间。睇下睇火火，两个人都话自己被整蛊，四十几度高温要全披战衣上天台拍戏，好变态。佢要我哋着啲咁熱嘅衫已經整蠱我哋啦。係咯，哇！喺天台嗰陣時幾多度啊？冇瓦遮頭嗰陣時40度都有，我諗著住件著埋件衫咁樣，49度啊你。佢著嗰件係上到頸嗰度嗰個皮皮皮皮咩？全身嘅皮衫皮褲啊。係咯，佢又出嘛？我覺得佢玩我哋，仲唔係玩我哋？火火。又话若然拍亲热戏要揀对手 ，KB 同火火两个人之中都系会揀火火噶。咁梗系试新嘢啦，咁梗系试火火啦。如果净系可以有两个揀嘅话，咁佢做导演同演员唔同啊嘛，咁梗系试啦。咁我梗系要同你争啦。啊，点解啊？你试过啦。我以后都同你争咯。哦，咁好啦。咁我都要 keep 住同你争。唔好同我争嘢得唔得啊？我中意啊！我结咗婚十。我老公对我好好，我男朋友同我拍咗拖10年，从来都冇望过其他女人。就系嗰个女人啊，可唔可以出嚟倾下？一坐低就打死你个臭西，一个就一枪打败你个头。分手。估唔到你仲有第三条女。你一系你就而家杀咗我，你一系就同我一齐杀佢。我而家要怼冧你呢对奸夫人。我已经忍咗你好耐噶啦，喺怼冧你老公之前，我先怼冧你。话俾你听，我收钱就即刻来怼冧你。一分钟之后，我要嚟杀你哋。想同你洞房。你知唔知道男人真系唔可以呃女人噶？万一你真系唔小心讲咗大话，咁你就会死得好惨噶咯。Are you ready for this?